以后家里来客人就做这个香菇炖鸡，越吃越有味。牛肉爆香姜蒜，倒入剁好的鸡块，大火炒干水分，炒出油脂，调味放盐、糖、生抽、老抽、黄豆酱、桂皮、八角、香叶，翻炒均匀上色。再加卖够食材的开水，倒入砂锅煮40分钟，再加泡好的干香菇煮10分钟，最后塞上红椒和葱段，香辣有味，连汤汁都可以拌3碗米饭。